主笔的机会啊。如果你是佛教徒，应该如此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这一章也稍微看一下。第二章，慈悲基金会成立。那这边从下面，因为那哈呼列郎除了改变自己命运、消业障，最主要我们要对整个社会给予真实的关怀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把佛教一直停在每天拜忏啊、敲钵啊、奉心啊，这本来就应该做。但是我们要对六道众生平等的关怀。当然，六道众生里面最殊胜的是人道，狼叫佛都祝福了。啊，变化好，看这人有法多接近佛法，这是我们行菩萨道很重要。那最重要是，当你的感慨的时候，比如说各位你去助念，然后嘎修会被你感动，你要借那个机会，怎么跟他说佛法，善巧方便，微笑亲切，啊，简单易懂，一针见血，你要抓住哦，心力是人走出来的，啊，你不要做心力，讲也要讲佛法嘛，就比怪了。啊，你要看人讲什么话，才要训练，才要有冷静的心态，要打坐，要有对众生的爱心跟了解。生命是这样累积来的，你不能说啊，我这些人拢不要恭维啊，为人恭恭恭，人这个人车祸死了，这艰苦啊！你跟人道讲，你个看，这做恶业死的啦，啊，俺们这拍戏，你也可以用拍出去。啊，那是死的说，咱就去做念。啊，你头头啊问，甲你介绍，哎，是安怎往生？会使问诶。啊，结果因家属在遐咧哭，哎，是安怎死诶啊？因母后就甲你讲一遍，弄死诶啦，癌症死诶啦，自杀死诶啦。你这人规矩卖去念，你请阿长。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让对方更痛苦而已嘛，对不对？你干嘛去揭人疮疤？啊，所以我想各位你要善巧方便，了解细细的问哪一个，别问买问丢人，对不对？你问丢人，你要怎么回答？所以我认为各位一定要很敏感。所以为什么要修禅定空性？你开别查查，了解吗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，做什么事情，啊。那像我以前去助念，有些人带着麦克风，哇哇哇，说点棒棒，给别人咩？啊，你干嘛念那么大声干嘛？给别人无往心，是这边的往心。哎，我爱念大声，大声大家拢听有啊。就像我们做烟供，我们很多居士师父昨天嘛做烟供，好看所在，人咧什么所在，你个放屁。啊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善巧方便。这个抹善巧方便的是摸紧，就像强迫症、忧郁症，在不一样的、不应该讲的话去讲话，这嘛比赛。所以我希望各位要训练自己。那训练你要去参与老人边的关怀。老实讲啦，你去关怀一个老人，从生病到正念往生啊，你会很有信心。老伯，我老翁心，哎，没问题，我买家己要家己念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去参与。你别再说哦，这我不敢去，那我不敢去，那我不爱去。我认为痛苦在每个地方都有。咱刚才这个讲话，一定就是独居老人，在医院一定有很多生病的人，在家庭一定有夫妻在吵架、子女沟通的问题、忧郁症的问题。那这些我们要透过不一样的工作来接触他们，也来让自己能够开智慧、累积成佛的资粮。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而成立。那成立就是希望大家加入，这个不是出钱啊，出钱有出钱的功德，这个更重要是出你的慈悲心来参与校园讲座、监狱讲座、家庭关怀、老人关怀，各种各种工作，只要是慈悲的，我们都应该做啊。那特别各位在彰化地方上，你比较了解这个地方需要什么，这里面有外籍新娘的问题呀， 那怎么样相处啊？老人啊，无聊啦，那公园行棋啦，那庙会开杠啊，结婚啦，啊那边呢可以给关怀接触他们，你要很善巧方便，你边呢可以真看到这人的欢喜，你讲话伊愿意听，那这个你不能在家里光观想，
你要有实际经验，头一遍去用拒绝，第二遍诶要跟你讲两句话，第三遍各位听你讲，那你要一直累积这个度众生的经验。但是你要热心，老实说，度众生有压力诶，给你诶这个麦克风要教你，你讲二十分，哦，你会惊啊？有的人是师傅二十分无教，然后讲废话啊，因为他不知道别人要听什么。讲什么，那这样也不行，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参与，因为慈悲是开悟同同进的方式。你若有慈悲心要帮助众生，虽然咱的能力有限，福报有限，但是佛力会加持我们。从我家己就了解啊，因为师父你去讲话，我给你个题目或者说摸一头来修，那是讲什么？但是如果我愿意来奉献，我一上来佛菩萨加持，他就一直加持你。让你自然去讲一些做一些别人欢喜的事情啊，可以入对方的心之心，所以其实是心若平静，保持慈悲，一切都显现，跟他行行，免自己都要到电脑行，他自然就会显现影像给你看。所以你只要保持心无所求，充满悲心，那你就可以显现众生的心态，他就显现给你看，显现答案给你看，你就要怎么去做，因为看得很清楚要怎么去做。那个问你讲，敢未使结婚？你想干哪变哦？安尼啊？你问讲想哪变？直觉啊？那往往这个就是佛力加持，你会有直觉，从你的经验，你慢慢会知道。所以老师说，我现在是这样，现在讲来，嗯，这个有堕胎，哦，这个有感情债主，我看这些名字在跟我杀业债主，晓得吗？那个肝心里面就有杀的眼神在。啊，慢慢你会判断，因为你比较平静，你就会判断。就像你那看命的人，他会看命，他看你的眼神，看你的眉毛，他有根据的。那我们佛法是看心，由心去感受到对方的相。那当然，你如何保持空性、悲心，那你自然，就算你不会，佛菩萨、观世菩萨的加持你，观世菩萨给你思想，给你一个念头，嗯，这个可能安怎？就像那天有一个妈妈，甲讲：“哎呀，叔，我暗时囡仔拢歪困啊，足艰苦啊，到底是安怎？医生拢看袂好。”他突然跟我讲的时候，我就升起一个念头：你有没有堕胎？啊，所以他说有哦，原来如此，在小孩身上。那你问我为什么？佛菩萨加持啊，什么？啊，因为我有悲心啊，我真想要关心他。对不对？就算问错也无所谓啊，再来找理由。但往往直觉在没有念头的、没有杂念、纯粹利他，你往往看得很准。那你慢慢你就会知道，哦，这个佛菩萨的加持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会有个判断啊。所以我想，今天我也意思是希望大家多去参与，你去关心别人的夫妻生活，你去关心别人的儿女教育，你去关心这些。独居老人、老人病苦问题、老人心理辅导，你就是在开发智慧了啊！所以你付出越多，你得到越多。你讲，我给你布施一万块，我赚偌济？你别在那想。当你在布施一万块的时候，护法神的搬咋办？你把他当你呀？是不是呢？因为护法神希望帮助这些，他可以有更高的功德，所以叫持戒得人天护持。我只出给狼，我不要攀援，我好好的持戒，慈悲是戒，那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很顺啊，你不需要去攀援啊，这个不是神通啊，这是佛菩萨护法神在创造好姻缘给你啊。就像我这一次去尼泊尔，我回来以后说，哎呀，我要盖一个尼泊尔满愿塔，哇，我来这给人拜，来这呢放很多佛像舍利子，很有加持。那台中有一位菩萨慈悲啊，帮他很宝贵的佛像，你说书这你没拿去买，你也给我骗去，这很贵的啊，送给我，我还可以讲说啊，我终于懂了，原来我想要盖一个满愿塔，你佛菩萨就叫你来把这个古佛像有加持的放在这边，嗯，这个好，我都没还路这样啊。所以别人就跟我讲，书有地，有地我麻烦了，你给我地。那我现在知道了，有地设立塔，有佛像，那接下来该过了。这个不是神通，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发心啊。
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那人在做天在看，我们在做诸佛菩萨都在随喜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你只要保持好心，但是你不要排斥说啊，这事情我不要走，我不要去走，就是不会你才要去参与，这辈子不会下辈子就会啊，那样啊，你刚刚看我们湛江师喜欢看佛经说法，你看随意的喝，你下辈子也很会看，不用下辈子，搞不好十年以后你开窍了。喜欢看佛经，看了以后就会讲，我就是这样，我看佛经，我自然就会看，而且我看一次就懂，而且我就可以马上讲。所以这我师父给我说的，这是你过去是重的，啊，但是。那问题是我师父跟我说不能一直讲这个内容，你要从自信流露，从心去看对方的心，讲对方需要的。那佛经是你的资料，平常多看佛书佛经，那有这个佛菩萨的经验，自信流露，你不要在大众演讲，像这个叫大众演讲，公修亲大家都在看手表啊，那你要看情况。但是如果少数的真的几个学佛在深入经藏了，我们可以研究也比较深入一点吧。但是各位，这个你如果不去监狱演讲，你不去学校去参与，那你不了解学生、受刑者、癌症患者、贫穷者、有钱人到底他们在想什么。所以我取叫慈悲基金会是说，希望大家用主心没有众生快乐，比心没帮助众生利益，大家汇合起来，这个叫基金呢、啊。基金是功德了，有这个悲心，有悲心的人在一起关心整个地方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、法界。那所以有很多很多工作在做，因为咱修菩萨戒，修菩萨戒的人呢，愿修一切善，无一善不修，那拢爱去走。啊，我们要以基本的愿断一切恶，无一恶不断，再去愿修一切善。不但愿修一切善，要把这个善法普及一切，誓度一切众生，无一众生不度。那要把这个佛法用在实际的，以现代的社会来传播现代的佛法。但是我们不违背，完全不反对传统。拜梁皇宝忏好殊胜啊，三昧水忏好殊胜啊，念佛好殊胜啊，但是下回林书不了解这样，那来去接触这意思。所以来我们念一下，海涛慈悲基金会成立，让慈悲变成你的生命。海涛慈悲基金会于今年2019年元旦起正式运作，秉持佛陀弘化社会利益众生的慈悲心，师长海涛法师希望将佛陀的慈悲精神散播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以佛陀的智慧慈悲帮助弱势，关怀社会。基金会的服务对象包含妇幼、年长者、身心障碍者、急难救助及病苦者的医疗协助、心灵关怀等，涵盖各项社会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海涛慈悲基金会将以佛陀的大悲心去照护有情，以佛教的智慧去面对问题，找到生命方向。同时，我们将致力于社会心灵净化工作，如监狱关怀、举办校园讲座及各式社会问题的讲座研讨会，如夫妻相处、外籍配偶、职场讲座、父母孝顺讲座等，并增设慈悲青年协会，举办青年营、儿童营，让下一代及年轻族群认识佛陀的智慧，进而投入于慈悲置业的社会关怀工作。基金会的各项服务正蓄势待发，我们需要更多人才的加入、参与推广执行，追随佛陀的精神，以慈悲心面对社会，服务众生，让慈悲的阳光融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，暖化每一个众生的心。竭诚欢迎您加入慈悲的行列，力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湛江师没有一个字念错，这爱修啊，不你念看看，我麦克风就
啊，你会念错好几个字，你会因为你没有练习过啊，所以各位看经典。